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道慧仙，我今年21岁，我来自缅甸，我在兰州理工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的一名留学生。我在兰州待了大约9个月，我发现在兰州学习很有趣，学校组织的季节性庆祝活动非常有趣，我还参加了兰州理工大学举行的羽毛球比赛，获得了新的体验。中国有很多景点可以参观，我们可以安全便捷地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。我小时候经常看中国景点电影，在那些电影里我看到了中国民间舞蹈，我一直想跳这样的舞蹈，所以我参加了中国古典舞蹈班并进行了学习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，自己逐渐有了进步。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学习成果。枫叶繁花千树无根坠落，心如雨，宝马雕车香满屋。拂红消声动，雨雨忽望转，一夜雪流黄金缕，小雨盈盈暗香去，众里寻他千百